百年要实验什么呢？你看，活了一辈子才知道，夹缝中的东西放太远，该怎么样才能拿得到、碰得到？通常我们这个都是生活的小常识，但是常常哦，会不明白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今天我这1000块钱掉在一个夹缝，比如说是沙发底下、沙发里面，对，沙发怎么办？没有啦，应该说你的私房钱藏在里面也 OK， 够不到啦，也 OK。啊，趁老婆不在，偷拿，赶快抽一点出来。那可能身上没有尺啊，或者是那个扫把勾衣架要勾不好勾，有个方式，有个方式可以示意一下哈。比如说哈，好，现在我的手哈。一拿现在拿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是我临界点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极限。你再一点点就拿到了，好，这样就拿到嘛，对不对？极限，那我们把极限再多这么一点点，再伸手，现在伸手就已经够不到，够不到，是真的，完全够不到，够不到。那想要够得到怎么？用个什么方式呢？哎，来哦，顶住。这个时候哈，你就把你的嘴巴打开，舌头要伸出来。哎呦，什么？舌头伸出来，等一下啊！你该不会是用舌头去勾回来？旅行青蛙呱呱嘞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勾勾不了那么多，吃蚊子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输哎，对。哎，你是抓错了力，方向方向错了，再再一次。什么画面？你有看看阿姨开吗？没有，阿姨开了，因为你摸这边永远捞不到这边。来来来，想过你这样从你老婆开门看到，鼻酸呐，我们大家试试可以的。再次 OK， 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对，支持过来，预备，来。再伸出来一点。这一次是你自己把它推远。赵哥，你这太近了啦！你干嘛蠢呐？你刚刚把它推开了，你自己推自己推开了。你舌头来伸长一点啊！要不要帮你忙？好，这样这样 ，OK。你是地狱的。我跟你讲，好，好吧，这是够不到的一个范围喽。烟熏牛舌，而且前面还有2公分 ，OK 上哦，开始公分喽，两公分哦，算长一点。你试试看，对了，一二三。哎，拿到了啦！还真有用，这个有一个原理，原理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不用吐舌头也拿得到？拿不到，真拿不到。你吐舌头是让你的这个的，你不吐来说，对呀。你先伸到极限，极限，好，极限，好，来一个，来，这个杆子不能动 ，OK， 露露要固定住，要固定住，完全定住，好，啊，多出来这个，就是再往前伸就完全差不多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，预备，来，快，再伸长一点，长一点就有。真的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舌头，小鱼你哥，一二三，伸舌头，有了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是有根据的啦。它是让你的肌肉放松，你的肌肉，肌肉在伸舌头的时候，对，就会用到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我觉得女生来做比较那个啦。好，来来好来，你的极限在哪里？这里。OK OK。好 OK， 啊那这样哈 ，OK， 好就这样。好，预备开始。这个身在来来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再多一点，多快一点，舌头快一点，舌头再多一点，舌头好长啊，舌头再多一点，舌头多一点，舌头多一点，舌头多一点，多一点，舌头再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要不要帮你呀？他在干什么？行不行？太急
极细鹤了，等一下，太极细鹤，不行啊，太远了。哎，一场是我们的。太远了。